帽子的话，四海加长眉猕猴套。这个帽子真正厉害的不是四海，也不是长眉猕猴，是他俩的组合。四海是帮战超强的特技，可能在帮战层面，因为帮战层面可能没有分动腰带，没有分动腰带的情况下，四海的使用呢，比这个精青和罗汉都简单很多，而且长眉猕猴套本身也值钱。这帽子的话，我觉得能卖个500。项链的话是202极限灵力。259，熔炼了四点，再减去66，出灵197。项链的话，宝石钱也能达到1000了，1300、1400。腰带的话，愤怒腰带的话2800，加宝石1600，4400，加套装啊，接近5400块钱啊。长眉猕猴套5400到5000，鞋子宝石钱1600，加套装啊2600块钱。这个鞋子特技啊是可以基本无视的，啊。单独的特技鞋子是不值钱的，只有特技加套装才值钱。226的厨房没有熔炼，魔敏双加种类不是特别对啊，550块钱左右啊。好，恭喜。好看哪个啊？那个字念损是吧？啊，我就知道是鹰的一种，但是不认识念啥。这种对不对？就是我对学习的态度，不求甚解嘛。